注意看，迷你世界中的云它是白色的，它被官方大大囚禁在了星团云瓶中。但是小伙伴们，你们知道吗？在迷你世界中，除了白色的云朵，还有蓝色的云朵，你们知道吗？众所周知，云在没有被收集之前，它就在天空中。如果你见过白云，那么请点一个赞。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，我们发现使用星团云瓶可以把天空中的云收集起来，并且也可以把它释放出来。释放完云朵以后，我们就会获得一个空的星团云瓶，这个时候可以继续在天上收集云。但是云非常的奇怪，我们人类踩在云上，云它就会碎。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人类不踩，把它换成我们的宠物小泡沫，云它就不会碎。你表情包中的第一个就是此时小泡沫的心情，小伙伴们把它发出来，我们看一下。并且我和学姐发现，天空中的云它其实不是一直它都是白色的云。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使用一个道具，这个道具的名字叫做晴雨烟花，我们给天空就来上这么一发。小伙伴们，这个时候请仔细看天空，白色的云它消失了，这个时候取而代之的则是蓝色的乌云，它遍布了天空。所以说在迷你世界中，其实不只有白色的云朵，还有蓝色的乌云，你们知道了吗？